对，我觉得就是灵感这个东西，它会闪现，然后可能就是随便在一张纸上随便就画一个什么东西，会给我带来一些触动。像水木年华呢，我就想着拿那个水杯去把那个字形去倒出来。书法这个东西，它是我们中国文化留存下来的几千年的好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一定需要传承的。